在彰化有查某公务员涉嫌偷吃这南瑶宫的天然香的钱500万，即马是以20万交保。指挥中心讲，12岁到17岁会当注 BNT 也是莫德纳疫苗，开发了后会当注看对一种疫苗先到。来看到行政院通过这东涌降水这个部分会当延长3年。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匡阿文。先开始来看，讲有200多年历史，这彰化市南瑶宫，讲去年洪声负责代管的这彰化市公所，这姓周的查某职员涉嫌共偷吃天然香的钱500多万。今嘛彰化地检署加廉政署做伙去敲南瑶宫，加市公所加这嫌犯的徛家，我那将这公务员带登去做笔录，问话后来以20万。彰化地检署和廉政署中部地区调查组的官员18号来到南瑶宫办公室，打开电脑主机调查相关的资料，要来看向侵占的添油香的钱到底是去哪位。由检察官指挥廉政署中部地区调查组搜索犯嫌被告住处，并由廉政官至该寺庙以及市公所调阅相关资料，结束后带同犯嫌及证人等3人至中调组制作笔录。签邮票的钱倒出来，摆到柜桌顶。有200多年历史的彰化市南瑶宫香火正旺，唔那是当地民众的信用中心，也是全台唯代管庙宇的彰化市公所负责的15间庙宇之一。去年12月，公所伫咧查销的时阵，发现负责将添油香的钱汇入去公库姓周的女职员，无照实全部上缴，怀疑侵占添油香的钱款达515万块。公所马上将周女免职，专案移送检调侦办。这5年来，去予贪污着515万，5年前的项目拢去予偷收去，找无着5年前的项目，所以。在这个一年前啊，吼，咱发生这个代志，咱就主动将这个整个弊案移送给这个检调单位来做侦查。受到之前3级警戒影响，检方陆续来收集资料，甲呾才有大动作。除了要厘清姓周的女职员犯案手法以外，也搁要来追查是毋是有其他的共犯。检方18号暗时讯后，将有公务人员身份的周女以贪污治罪条例20万块交保。记者彰化报道。即卖餐厅已经开放会当伫内底食，暗过爱用隔板隔起来，伫高雄也搁要求爱用这玻璃型的隔板。暗过伫高雄小港一间现菜店，和民众检举公布用隔板，也搁对检举的民众大细声。看到警察出现，热炒店的人客未检举民众，讲伊收过用，但民众真正看袂落去，因为全国防疫警戒虽然降到2级，嘛开放餐厅会当食饭，但是也是需要隔板。所以民众18号暗时看到小港区一间热炒店完全无遵守规矩，立即请店家停止让顾客用餐，并告知店家及现场用餐客人，以违反防疫相关规定。警方表示，到现场发现民众伫室外用餐，桌顶无隔板，一大堆人嘛无采取着梅花座，保持安全距离，甚至10个人伫同一块桌食饭，已经违反规定。没有隔板站起来的时候，也在非用餐时间没有戴口罩，警察局、卫生局会依法开罚。有许多的一些个案，都是跟脱下口罩一起聚餐，有相关的一些传播风险，市民朋友务必要密切的配合。市府表示，内容的规定是无放松，民众若无听口劝，相关会当罚3000到10万块。为着防疫，还佫卖了着钱，千万唔通以身来试法。记者王刘婷明交款个人报道。有民众反映讲，这混凝土那工的区那亲像有业者投排这废水。啊！即环保局成立专案，叫做发现讲有一间食品工厂的放楼口边啊有不明的光线，经过水质检测是严重违规，环保局是随命令爱停止排放，嘛依法处罚。17号尾暗啊，环保局的稽查人员随着水质的检测器出现异常警讯后，马上来到大乐工业区的一间食品工厂，当场查到这间工厂利用不明的光线，将无处理的强碱废水排到工业区的河水下水道，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
啊，查获结果他有违反水污法第七条以及水污染防治法啊十八条之一的一个情形。那十八条之一，那就是一个绕流排放，因为它有透过不明的一个管线排放废污水，那这个部分最高罚款啊可以处2000万。好，文林关环保局表示，近期陆续接到民众叮咛，讲位在倒六工业区，疑似工厂偷排废水含臭味，影响到民众的居住生活。环保局在临近设置空品含水质监测器，以科技集化的方式，针对200多间的工厂来做监控。我们在斗六工业区附近的一个水域啊，我们有设置啊6具的一个水质感测器。那水质感测器啊，那它可以啊针对 pH、水温、导电度啊等监测项目哈、啊，然后做一个监测。文林关环保局表示，这间工厂以水流排放废水，现场测到水的 pH 值高达12.17，是属于强碱的废水，大概严重违规的程度。除了立即命令停止排放并告发，也将这些水搁采用送养，必要时阵会废止伊的水污染防治许可证，也是勒令来休养。这种微报道。嘛，因为疫情影响，6、7月也无实施这热浪的电价，跟那8月以这热浪的电价要来收费。按古那风声讲，第10月一寡用电大户会来起这电费钱。按古这大电是无啥要回应，讲。要去唔去，拢爱看这电价审议委员会做决定。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电费钱无要去维持每度电2.6至53元，电价连六摆拢无去，有史以来上久。8月底会阁开第二摆电价审议委员会，受疫情影响，外界预估10月电费钱会阁继续维持无要起。按过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摊出台电未堪了了钱，计划部分用户起电费钱。按过台电则表示，因为热天电价渐缓实施，6月、7月确实出现30多亿低收电费钱的情形。另外，是毋是要起价，毋是台电讲就算。大概6月份会有10多亿啊，7月份会有20多亿的减收电费了。这个目前为止，台电想办法在内部自行吸收。乐团电费钱调起的计划，民生用电度数500度以下暂时未起，按过用电度数超过500度，豪华主题用户电费钱计划要起差不多是2%。另外，营业用电1500度以下小店头也未起价。製造業親像大工廠超高壓用電荷，計劃起3.3%到3.5%。包括明年2月份過年以後比較大家能夠接受，有的是2.5%，那最高是3%，這可以考慮，平均3%那個不得了，一個上限。那燃料价格占台电的整个发电的成本来讲，一直都还算蛮高的，所以它一定是撑不住的啦。涨3%还是客气的。经济部能源局表示，电价是不是调整由电价审议委员会讨论才来决定。强调现阶段疫情依然是上大不确定的因素，后续能源走势依然爱去观察，请各界唔通想伤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疫苗，这国内17岁到12岁的青少年，讲到时有2种这疫苗会当选。指挥中心正式讲，除了这BNT 辉瑞的以外，青少年也会当来做这莫德纳。到时会看对这种疫苗到会的状况，开学了后再来安排。青少年族群除了辉瑞 BNT 疫苗以外，今嘛阁加一种新冠疫苗会当做。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已经收到食药署的公文，同意莫德纳疫苗甲12岁至17岁的人来做是注射的对象。针对这点，国内专家表示，虽然青少年染病了后，大部分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不过真有可能会甲病毒带返去厝内，造成家庭的烧火，也影响学习，也是有注疫苗的必要性。因为学生得到感染以后会传给家人，家人又可能会传给其他学校的同学，所以会变成一个社区的传染链。不过专家也提醒，无论是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这类 mRNA 疫苗对20岁至30岁的少年人来讲，较会引起心肌炎等等的副作用。对青少年族群，敢会有类似的情形，要怪观察。心肌炎的这个顾虑还是在的，它在上市以后哈，可能还是要再继续追踪，说12到17岁是不是也有比较高的比例产生心肌炎。
另外，国际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儿童的呼吸道内底对抗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比大人较好，就算是感染，消灭病毒的速度也比大人较紧。专家认为讲，青少年的免疫反应较强，注过疫苗了后，也会比大人产生较强的保护效果。若青少年当时会当注莫德纳，指挥中心表示，要等专家会议了后再来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也将等候这国防部八月拍算的定期越南的定级，有哪有这越南来问讲相关的防疫措施到底变哪做？按国库工作室回应讲，只要无发烧的当来入营，有哪引起外界讨论。另外要求这国防部针对着所有的新兵要入营，要落实全面的快筛。入营前却只有量测量体温，我认为这样的措施是非常的不完善。周先生就要去做兵，履行国民义务，率点出不少越南的共同心声，烦恼陷入染疫风险。国防部进行考虑疫情欠管，暂停办理后备军人教育召集训练。即马疫情等候八月份重启越南定级。周先生询问相关防疫措施得到的答案，说是只要无发烧就入营。入营的时候有没有要快筛？露营没有啊，没有要快筛。但是我们会询问，就是如果有发烧、咳嗽之类的，还有体温超过37度，都部队都不拒收。30,000人要去做新训了哈。他们需要做任何的筛检吗？我们是采跟中央的防疫政策一样，就是采精准筛检。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八月到年底，至少会有30,000人去做兵，其中替代役有8,068人。这些新兵放假会回去社区，替代役会去总统府行政院市府服务。因为这期新兵入伍进前，敢毋免安排快筛或者是PCR体检，确保营区未加做防疫空棚呢？国军疫情指挥中心回应，只要官兵出现疑似症状，对启动后送机制，采取精准快筛。啊，不过即马煞传出替代役基础训练队213推出，17只入伍，已经有5人出现咳嗽的症状。判定为确诊个案的话，我们就会依照处置规定来去做办理疫情调查、框列隔离，然后核酸检验以及环境消清消。总统蔡英文五日空召集宣誓，表示营区防疫真重要。啊，不过国军无针对新兵入营采取全面快筛，是毋是牵涉成本因素呢？国防部否认，表示将相关的意见甲内政部指挥中心讨论，滚动式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保留的旅游泡泡，当地有来提供疫苗，啊，有那去民众来讲想要去，煞有那一挂纠纷，有民众到讲计计为啊炸到顶啊，暗过煞来煞和这政府的考察团退去，对这代志，这业者是出面拜会，强调讲是以自由行加团体旅客先来安排，无备好官员。我们这边销售机位跟服务客人来讲，我们都是以自由行跟团体为主，那并没有就是。如客人的投诉说我们有销售给官员呐、啊，也许有名人，然后也许有企业代表，但如果他是以就是自由行身份来做报名的话，我们这边基于就是保护客人的隐私，也尊重客人，其实我们不会多问客人的背景。对着其中旅游纠纷，华航强调讲，那旅行社无提到这华航所提供的机会，家己就提起买，或者是先向这旅客来收作业金，引起旅行社甲消费者纠纷，应该是由这旅行社家己来处理。马尾看到这第一批的这保留旅游的旅客从厦门回来台湾，在桃园机场有哪特别替因规划专属的动线，和一般的旅客来分开。啊，这批是130名的旅客，因主要来执行5+9自主健康管理加2次采检，都唔免去住检疫旅馆。十八晚自保留回来130位旅客，一路飞机了自采检。查验柜台到挂行李的细盘，同机场公司甲疾管署拢替因规划专属的通关路线，甲一般的旅客完全拢分开，希望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这一次有个特色，就是它绝对不会跟一般入境的旅客混流。我们要保证泊流泡泡进来的旅客能够非常安全的完成他们这一趟旅行。有回国的旅客讲，住房车了，只干那第一天有较忝，手会肿会疼，其他无甚物副作用。规个会啊，最近出去耍，一个人住房车是赚到。
有人讲九月要搁参加旅行团做第二季有风声。第二季我们已经有预定九月还要去一次啊，再去柏流达。对啊，他 还有那个名额啊，就是 有的玩又可以打疫苗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因为快开始了、啊？对，就趁开学之前。陆客只要伫咧机场采检了，执行五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结束了去边采检一遍，搁再继续九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无需要带防疫旅馆。第十八即天的早起，还有130位陆客也被出发去保留，因是最后一批人做着莫德纳的陆客。主要是打疫苗，然后顺便观光。听说你们是最后一批可以打莫德纳的。对，蛮开心的啊，就可以打到自己想打的疫苗。因为台湾的疫苗比较不足，那时程又比较不确定。保留方面也公告，十九开始将未国提供入境保留的旅客做莫德纳。这个村辉瑞跟交生，是不是对旅游泡泡造成影响，也怪看。记者综合报道。嘛，因为这德尔塔变种变动，即马美国疫情无乐观，即美国政府打算九月爱加注一剂疫苗，啊，要挂嘴安的这命令嘛继续延长。另外，即天主教教宗嘛叫大家爱注疫苗，表示讲去注疫苗是一种爱的表现。美国17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差不多是每小时42个人无命。伫第二大变种病毒威得真紧，已经同齐落令的疫苗令甲催亡令，一定会来甲加强执行。坐飞机、坐火车拢爱甲催亡甲挂好些日子会延长。美国运输交通管理局伫17表示讲，原本伫9月13到期的催亡令，就要延长到明年的正月18。因为新学期开始发生的德州、佛州州长禁止学校对学生强制催亡令，因为无就会扣教师的薪水。总统拜登表示讲，联邦政府会来出这条钱。If you aren't going to fight COVID-19, at least get out of the way of everyone else who's trying. 美国政府计划伫9月20开始全面来提供加强剂的注射，适用注过辉瑞 BNT、莫德纳的人，甲第二剂就要等8个月。上开始主要是要提供哦，医护人员、中小机构的居民甲长者，主要嘛是因为发现讲疫苗的保护力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弱去。But we know that even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s become less effective over time.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is pattern of decline we are seeing will continue in the months ahead, which could lead to reduced protection against severe disease.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因为疫苗的效力会对时间来减弱，以色列伫18引用一个大规模的初步研究，正受到注心。资料显示讲，60岁以上的民众若是注第三剂辉瑞 BNT 疫苗，伊的保护率有86%。以色列为着要防堵德尔塔，伫顶个月针对50岁以上的族群甲医疗人员，开始来注第三剂的辉瑞 BNT。高中防疫局嘛伫18来声援非营利组织的疫苗推动计划，鼓励大家都要紧来注疫苗，表示讲注疫苗是一种爱的表现。就算讲有真侪国家尽量咧推撒广告，即注疫苗的好处。不是个阴谋论，甲无信任嘛是真悬，会来争做阻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关心的是这台南铁路地下化拆迁的问题，最后一颗这南铁的拆迁后，这黄春雄处明仔载要来强拆，有那引起外界注意。声援黄春雄的学生已经伫现场组织，讲有那呼吁民众共同来关心。工作人员来到台南最后一号南铁拆迁后，黄春雄的厝头前，七栋艺术为了防堵前做准备，这嘛引起现场的民众烦恼。台南铁路地下化拆迁的工程，目前敢那剩下位伫北区卡湾路桥边啊，黄春雄的厝还袂拆除，近期金川处准备第三度来强拆，黄春雄听着嘛哭出来。迄个什么13号以后，就是不定时的强拆啊。我聽到安尼，我著搁卡手著軟落去啊！我想讲啊奇怪，啊毋是讲要沟通，讲要沟通，啊大概都拢用骗的，安尼就是啊啦。楼梯我会当爬去我二楼，休息，就这样。我妈妈来，我伊楼有一张眠床，然后伊困。相信搁哭毋是无原因。去年7月以及10月，黄家就曾经遭受到两度的强拆，后来因为受到民众声援，才暂停拆除，展开协调。但是前期的沟通，敢若嘛无共识。铁道局嘛伫现场打出公文，8月13号了后，会伫接管规栋的建筑物，敢若特别发动第三度的强拆。对此，黄春雄处关注组表示，民众无法度透过沟通的管道，伫着救济的困境之下，敢若有伫现场进行对抗的一条路。
铁道局应该跟我们充分的沟通说，我们认为楼梯保留可以是重要的替代方案，而铁道局这样子非常强硬的做法，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完全的不愿意讲理，而不愿意厘清问题，而直接用强制的公权力直接来碾压人民。吴春雄也质疑，在和怎样行政院定情了回应表示，在交通部做出完整有依据的回应进程，拢被断水、断电、甲强拆。伊甲个进程，记者卡号铁道局中工处拢无得到回应。记者郑云台南报道。我伫台北西门町的立新即位秀影城已经收起咯，啊，最近伫拆。戏院内底有台湾艺术大师即颜水龙的即态度的壁画，暂时搬走咯。地主表示会先保存，出来要安怎处理，较过来讨论。有封锁线、大风雨网，规栋大楼当咧拆。这个伫咧台北市西门町的日升微秀影城，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对打开始的日升戏院，经过换两组，和欣欣精华影城、甲微秀影城来接手经营，上尾也甲改名做日升微秀。不过伫咧旧年的9月，租约已经到期啊，佮要来甲结束营业。地主申请微脑定建，决定要甲改做复合式的商场。也那戏院藏的一百台湾艺术大师颜水龙的旭日东升，一百泰路壁画要安怎来个处理，引起注心。这是颜水龙一件很重要的作品，拆掉它太可惜了，重新树立起来，那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行不通，可以等适当的场地，户外也可以。这个泰路的马赛克，伊的光骨的特性，会当来反射日头光的光影。可以说是国宝级的作品，不过在很多年前影城第一遍换手经营的时候，这百壁画险险去给人拆掉去。那是苏东时台北市立美术馆黄才龙他在喷走了后才有把保留到，要是这边地主松阳建设初步决定说要先把保存掉到，现在就是保留得很好啊，我们就是都把它打包起来嘛，对，然后就是先放在我们的库房。很多方案呢，包含捐赠啊这些，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要对还要再思考了。在现阶段，就是因为是私人的财产，我们希望它安全的拆卸跟做好保存的这个部分，看未来它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适当的展示方式。北市文化局表示讲，虽然一百泰路壁画是私人的财产。不过嘛是同款会甲提供协助，地主嘛伫咧十八透早，甲一百壁画已经甲迁移完成，暂时甲放咧仓库内底甲保存掉着。未来是毋是会伫咧原来的地址搁再出现，也是讲会甲捐出去，这拢还搁咧讨论敲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美丽华山球球场，不管这个工会运作，甲员工拆散去三间子公司，煞也过去申请300多万的疫情纾困。即马这个体育处是回应讲，那提供无熟悉的文件，这是真严重问题，因会调查。那真正安尼，对甲补助落顿来。美丽华国联湖球场的罢工时间有101天，这场劳资争议一开始是公司甲球场分做一间母公司甲3间子公司。资方招租主场5月份，母公司即个村22位劳工，无达到成立工会上计条件38人，所以工会无法度继续，并且甲理事长黄文静等几落位工会干部辞掉。严哥伫最近申请疫情纾困的时阵，做过以球场88位员工的名册，得到体育署300万元的营业补贴，让工会感觉讲安尼感到。如果员工人数剩下22人，其余人都转到子公司，体育署为什么7月27号还可以核准他送申请的88人案件？最后核准资方340万的营运资金补贴，意思就是说，这间公司要来解雇员工，要来处理的时候，他就分割成4间公司，每间都只有20几个人。当他要申请纾困补助的时候，他却又可以突然间合体变成80几个来做申请。李伟王万武讲。这个案件是重大劳资争议的事件，新北市劳工局甲时代力量拢有特别提醒体育署，伫咧发纾困金进前要特别注意。体育署回应讲，伫新增时阵有甲劳动部通过电话，严格对方并无阻止。再加上新增时阵是看4月30球场的劳保投保名册，以迄当阵的人数来看，确实有88人符合纾困的资格。严管那是事后稽查发现有伪造不实的情形，会甲补贴拖断。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个一定会依规定来做事后的勾稽。严格工会无法度接受体育所伫咧事前无把关，事后才提查重新调查的做法，并且认为这个案件会让看出收款金其实是予资方提起，罗岗无提到。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警方昨以这涉嫌违反香港版的国安法抓四名大学生。今仔台湾的学生联合会甲国内团体是做伙来声援，讲反对红色恐怖，呼吁香港政府要赶紧偷放这四个大学生。四名香港大学学生因为捌伫会议上提出动机，认为应该用行动来堵截伊台警案的凶手，才被予香港国安处抓去。伊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7条，宣扬恐怖主义罪嫌逮捕，相当会面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台湾学生联合会甲真侪团体表态声援，反对红色恐怖。这可以视作港府在屠杀一整个世代精英的表征。他们正在摧毁香港的校园，摧毁香港的下一代，也摧毁香港的未来。以国安法之名迫害异己的作为，非常类似1949年中共刚刚夺取政权之后，在全中国各地推动的一种血腥暴力的叫做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台湾的香港人，搁要伫香港的民间团体，不满港府将手伸入校园，残害青年世代。文革2.0，红色恐怖重临香港。香港今天已经不是东方之珠，是一个东方的古拉格。而现在的香港，不但悼念烈士的自由被禁止，连心存感激的人想要发声也会被禁言。香港终有一天会光复。港府民间团体积极，港大学生会当时已经进出会室内，甲事件搁撤回议案。不过港警国安处警员也是抓人。所以呼吁港府马上释放这四位港大生，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港警第一摆根据宣扬恐怖主义罪来抓人，佮表示会继续约见相关学生，无排除抓佫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三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收乌道琼大落，即400点，台股今仔是开低行低，啊盘中是大落超过350点，韩文股早盘是有较无力，暗个盘中互大盘拖累，有那是落盘。啊，分析师表示，即马台股伫均线是结构偏空，上档也面临中短期的即压力反压，加上即国际盘势有震动，有那互大盘无力。来看到股市真重要，即当冲证交税诶，即税率减半优惠，今年底要到期。行政院会今日通过了财政部所提出诶即相关草案，讲要延长三年，实施到即民国113年诶年底啊，税率有哪预期是即1.5%。今年前七个月的证交税收已经达到1708亿元。显见本措施相当程度达到提升市场交易量能及流动性的政策目的。本次修法将现股当冲降税措施继续延长3年，将有助台股持续活络，促进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带动经济成长。行政院强调，这草案经过行政院会通过了后，会送这立法院审议。啊，财政部有哪会含这金管会含这立法院这调解党团来参详协商，希望会当赶紧完成修法。今年的中原普渡受到疫情影响，桃园市的环保局是伫设伫山顶拜拜，有哪伫中立的这林海宫甲这桃园的景福宫这两间大庙啊，设供用用平安币来代替收金纸。在范美基内底摆真侪平安米，有妈祖婆，嘛有财神爷。平常敬好了后，甲功德金弄入去，就会当摕到一包平安米。安尼唔难会当代替烧金纸，拜拜了后，阁会当甲平安米扎登去食平安。现在防疫期间啦吼，我们用贩卖机的方式来呈现的话，减少这个人员触摸的这个动作嘛，哈，我们上香祈福拜完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平安米拿回去吃平安。中寮人海宫烧金的金炉，即马已经封起来，无烧金啊。针对环保拜拜，桃园阁有新的部署。环保局伫中寮人海宫、甲桃园景福宫两间庙咧推动，以平安米代替烧金，
甲强标的文创商品来结合，安尼唔但会当减少摕物件、手去忙东忙西，增加传染的风险，嘛兼顾环保甲防疫。另外，中原普渡是咱台湾真重要的传统风俗，受到疫情的影响，桃园市环保局嘛推出线顶拜拜，希望避免群聚，甲减少无必要的跋涉。线上的祭祀系统，让大家可以多用网络，少用马路，然后在家就可以上网来进行环保祭祀的作为。环保局表示，长期以尊敬、代替、量少这三大理念来推动环保拜拜，即嘛有看到效果。伫空气内底 PM2.5 的年平均厚度，去年已经降到每立方公尺13.6微克，创下桃园历史的新低，嘛比国家的标准值还佫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在树林防疫这段期间，有民众讲变较大颗，而且国民健康署是提醒讲，爱逐天来量腰围，加一个称体重，自我监测。根据统计，讲中壮年的民众有一半，这腰的腰围拢超过标准，都惊讲有这糖尿病、代谢这一病。62岁江女士过去有代谢症候群。不只是三观提升，腰围也超过标准。在医所建议用药之下展开生活习惯调整，包含日常运动、饮食习惯也全部改变。我不吃油炸的食物，那也减少吃那个含糖的饮料。即便呢跟同事的一个聚会呢，我都会尽量选择无糖或者是减糖的这样的饮料。药物加改变生活习惯，江女士成功瘦下来，血糖稳定，精神体力也佫较好。国民健康署提醒，最近个人因为防疫居家工作，若是坐久无运动，饮食阁无控制，腰围不低不高就变粗，较会加做代谢症候群的一员，得到心血管疾病甲糖尿病风险就增加。不好好的严加控制，将来他比一般人罹患心脏及脑中风疾病的部分会有2倍以上，然后高血脂、高血压的部分大概有3到4倍以上。那更可怕的是糖尿病的部分，未来他罹患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几率就非常的高，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饱和脂肪高的食物，还有胆固醇高的食物，减少这种精致糖类的摄取，要减少我们使用的盐、酱油还有酱料，减少这些腌制的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摄取。经过国健署统计，国内成人每10人就3.6人是代谢症候群，将近50%中壮年腰围伤过粗，若无好好控制，未来会是慢性病高风险族群。建议个人养成逐天量体重甲腰围的习惯。若是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腰围超过80公分，就算超过标准，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新北市金山区公所一个药品局人员陈家伟，去年8月伫厝内熊熊过往去，干餐院来调查伊这过长以来超时工作做正式工课，最后是因公过劳死，有那纠正这新北市金山区公所，有那要求新北市政府爱定出实质的人员。谢谢，刚才伊个记者会，伊个坐伫边啊，点点咧听。新北市金山区公所一个聘雇人员陈家伟，去年8月伫厝内底死亡。刚才伊调查，伊为1906年11月开始，以秘书室客员代理人的名义进用，一直到1909年8月为止，4届调动，5届换职务，当时超时工课，权力小，但是责任真大。上尾啊，因公过劳死亡，因此刚才伊求证新北市金山区公所，而且要求新北市政府移出相关的实际人员。虽然后面的这个料区长到任后有发现到这个问题，那也去做了面谈关怀，但是都是口头上的去关怀而已，并没有把它依据这个所谓职业安全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好能够去列管管控他的超时工作、加班的问题、过劳的问题哦。刚才委员指出，陈家伟负责经营面册小编的工作，佮兼任做新闻联络，佮因为金山区公所前后两个区长拢无尽到职业安全防护义务，滥用伊超时做工作，而且薪水干阿伫27000到30000之间。对刚才伊的纠正，现任的金山区长廖步辉表示，会佮再进行检讨改善。因为我们在配合调查的过程期间，大概就已经知道委员他们在注意的重点，那时候就已经包括说业务分工了，
工时管理，甚至到员工关怀这些，都已经在进，都有先进行调整改善了。那到时候我们会再看那个报告更细部的内容，再一次的去做一次检视和检讨的。今次这边过劳死亡案嘛，引发政府人力运用多元进用做无同款待遇甲工作时间规范的讨论，有公益公务人员身份的聘雇人员，适合用的法令有请恁加班费时间的上限，煞无加班时数的上限。监察委员认为这无合理，呼吁相关的机关修法保障，来避免类似的憾事搁再发生。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法院关于窃盗条例今仔第二会进行这二三套的表决，按过程序修正，议员决定讲应该下一会期较来审，按过相关业者表示讲安尼拖对产业不利。法院关心这伫窃盗场管理自治条例十九二三套最后期程，其中针对新政策，窃盗场爱鼓励原住民部落的部分爱加设门牌，引起激烈争辩。这几个字拿掉，不含农舍，这才公平啊！你让那些小农有一点空间可以养。管护农业处表示，新设置跳步场要二点头机关部落主体，无限动车要300公尺以上，其中会规定部落要有门牌，是为着测量基准，按个农地无考虑在内底。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住宅区，那农地、农舍不一定有门牌，但也有部分有门牌，它可能走的观光，但农地为农用，这是农委会既定的一个政策。经济新规段议会最后透过表决，将跳步条例延到下一个会期决审。跳步业甲宽缓看法无同。我们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因为呢，我们过去跟县政府打交道，就是发现说，我们不管跟他开几次会，他其实都是让你来说说，但是都不理你。越拖越久，对现在在申请的小农，这些真是影响非常大了。旧的畜牧场，他们有的要翻新，这个区块不知道有没有受限。根据法院关机会行政表，一节会期按算在九月中到九月底。管区表示，这段期间会甲各方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美丽湾三元海水浴场在县政府买断了后，临时要重开放，但过顶礼拜有这个违反防疫的规定争议，即马外界嘛在关心讲，开放了后要安怎来防疫呢？台东民众共同的记忆，三元海水浴场，县府中心伫咧美丽湾度假村的南边，整理出一个出入口木栈道，嘛安排户外洗浴的空间。由台东区渔会派六个救生员进驻伫个遐，遐那相关的管理单位，十九会去现场做上尾的会勘，按算二日来开幕，二是正式免费开放入场。希望把海水浴场还给我们的台东县民，所以预计大概这个月的24号就会对外来做一个开放。好，管府规划海水浴场开放了后，会做人流的管控，一千500个人伫个海沙坡啊。唔过袂当收水，嘛袂当呛水味，干那会当伫个海河100平方公尺的管制范围内底耍水，或者是做单人上班的水上活动，而且全程拢会挂嘴安。若有民众违规或者是人数超磅，救生员会通报管府来处理。尤其是即卖还佫伫个防疫期间，管府会佫派保全来巡逻，严格处置违反防疫规定的民众。因为这里是海滩，所以会有从其他地方进来，那只要有超过人数，我们就会上通报到县政府。只要你戴口罩，那当然是保持户外所谓1公尺。那可能假设界限没有办法那么样的明显的话，你要一定严格，我们要执行严格就是戴口罩。三国海水浴场虽然干那设高一个出入口，不过之前其实都有民众为附近的小路啊偷偷走入去。即马管府已经把遐个小路啊拢有封锁线。海水浴场开放了后，保全人员卖加强巡逻，禁止民众为小路啊走入去。不过，管府也是呼吁民众，都要以正常的出入口来出入，而且遵守防疫规范。记者综合报道。绿化风电是重要的能源政策，但过线电含生态加企业有冲突。能源局之前有公布相关的规则，但过环保团体是积极，这恐惊会让这海洋保育倒退路。发展热能甲绿化风电，敢会当确保甲生态个企业共存嘞？能源局伫顶个月公布区块开发停止规划申请作业要点，佮有选项机制规划草案，但环保团体认为现行个规划无法度保护渔民个权益，要求应该甲近岸个海域纳入高敏感个核心区禁止开发，避免将来引发佫较大个冲突。在这个部分呢，都禁建离岸的风场。那
近岸海域到离岸八海里都应该要划为高敏感的核心区。环保团体呼吁，离花风场的开发应该甲渔业共存。另外，批评能源局的规划，除了特定区域，差不多拢开放给厂商自由来选址。这种以风场上大化，不是生态上大化的方向，恐惊让海洋保育的工作倒退路。除了禁建区之外，全盘开放给厂商自由选址这样的做法，恐怕已经违反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初衷了，特别是对于海洋保育而言，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规划犹如在开倒车。环团认为，现有生态基础资料不够，无法度掌握各有多位的海洋生态敏感区，无妨纳入禁建区。由能源局主导计划，甲海委会角色隔空，使人烦恼。呼吁政府应该以生态做基础的用海原则来推动开发，避免破坏影响到未来世代用海的权益。记者林志光报台北报道。一个比利时的左金啊，这萨拉罗斯福今仔在这超轻型的运动飞行机来环游世界，伊拍算用三个月飞五大洲五十二个国家，嘛五万会当制作新纪录。乍所有需要用品坐入皮卡丘舱，这个有英国甲比利时双重国籍的19岁查某囡仔，伊就要来驶这台超轻型的运动飞行机来去踅全世界。18伊对家乡比利时库特来出发，开始这段旅程。It's a dream I've had my entire life to fly in a plane around the world. It's just this crazy idea. Always though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But then I decided, you know, if I don't tell anyone about it, the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So I told my parents, and straight away they were like, yes, let's do this. I'm very, very proud that she wants to try and attract more young women and girls into STEM and aviation. 5% of pilots in the world are women. Sara, he said this day, Swahi Chow King Hing Hulingi, Gana Usaba, Zago Gong Kin Tang, he answered Gong Mikai Sago, where she can, Tanto Lai Pue Chuan Sekai, Mo Tai Chiu.飞过52个国家，每一段单独飞行的航程，这个时间是抓在5至6点钟。伊嘛有去甲过去全世界纪录的保持人来甲请教，会当予伊来规划讲要安怎来化解咧飞的时阵的孤单。So whilst I'm flying, I can listen to music. Sadly, I can't watch movies. But I've got music lined up. I've got podcasts lined up. So hopefully that should keep me busy whilst I'm up in the air for 5-6 hours at a time.伊个飞机间就爱保持较无闲咧，这就是伊上介好个朋友。萨拉佫表示讲，完成这段梦想了后，伊要去大学来读电脑科学佮电机工程，来完成伊人生个后一个目标，会当来成做一个真正个太空人。公司新闻郑依人编译。荷兰的这首都是阿姆斯特丹最近加一个新的地标，就是一条用这 3D 列印出来这钢铁球。这座流线型的 3D 立体钢铁桥，就伫咧阿姆斯特丹红灯区附近的运河顶。几工前，荷兰的皇后玛西玛主持启用仪式，由机器人剪彩。这个机器人就是这座桥的幕后功臣之一。The technology we use for the bridge, for printing the bridge, it's a combination of a welding equipment and a robot. But what we actually develop is the software that's driving the whole system, and that's turning it into a 3D printer.So the whole technology, in a way, is completely new. 负责开发这座桥的新创公司讲，因自2015年就开始进行 3D 列印的研发，也希望这项新的技术会当予建筑业新的思考加创意。这座现代感正强的钢铁桥，唔那是为红灯区带来新的气象，也是一座智慧桥。Well, there are sensors placed inside, well, underneath the bridge.Which will document how many people pass it at any given moment. So that will help us about to think about how people behave in the public space, but also how our bridges and our canals will wear down because of those people. So it gives us a lot of insight. 这座桥的研发业者讲，因跟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特别伫咧桥顶设置感应器，用来收集交通流量等数据，进一步评估桥磨损的情形加安全性。作为未来伫咧设计桥时阵调整的参考，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希望这座全世界第一座 3D 立体的钢铁桥，会当为市区的观光有加分的效果，为老城市带来新魅力。公司新闻陈惠敏编辑。
现在来看这罗马观光又搁开始了，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